由吉他社、管乐社、卡哇伊创作舞蹈班及宿舍团队轮番上阵。每年东吴国际超马入夜后，操场边都有热闹精彩的歌舞演出，为选手们加油打气。2018东吴超马晚会特别邀请音乐系同学演唱世界民谣组曲，展现出他们过人的歌唱实力。我们想说，在各国选手跑步的时候，听到他们家乡的歌，会感到的非常的亲切。吉他社一起去跑步这首歌，鼓励同学们动起来，用行动支持超马选手。一直力挺东吴超马的卡哇伊创作舞蹈班，今年也带来多首热门歌曲，潮热现场气氛。晚会最印象深刻的是卡哇伊创作舞蹈班，然后他刚刚有跳蹦迪蹦迪蹦迪，觉得超好看的。最后，宿舍丽晶会及服视觉团队的师生们，透过表演各国舞蹈，向选手们致意，并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，为晚会画下完美的句点。校园记者吴永林、江可英、赖宇轩采访报道。